台湾的疫情啊，逐渐的严重啊，大家是人心惶惶。就连啊，我昨天去买牛肉面的时候，老板娘还多给我2块肉，跟我说赶快拍这支影片啊、哦。不管啊，疫情现在怎么演变啊，老大要告诉你哦，唯有我们提高自己的免疫力，绝对是你我唯一的办法。免疫力是什么呢？它就像是一个、城堡一样，当你的防卫是很森严的时候，即使接触到了病毒，都不见得会感染。但是啊，你一听到免疫力啊，你想说完蛋，老娘每天熬夜到3更半夜，吃饭又不规律，完全没有在运动啊，那我的城堡不是正在上演空城计吗？没错啊，虽然免疫力是要透过啊长期的生活习惯来养成，但现在非常时期，危急存亡之秋，老大就来告诉你快速增强保护、提升免疫力的办法吧。啊，四招哦，只要你现在开始哦，每天做，我们啊亡羊补牢，你还是可以降低病毒的感染。来，快速增加保护力之一叫食物，5种食物它可以增强你身体的军队，来保护自己，消灭敌人。第一种，柑橘类以及奇异果，橘子、柳丁、柠檬、葡萄柚、奇异果等等啊，富含维他命 C， 还有啊叶酸、维生素 K、钾。它可以提高你白血球的数量，提高免疫。再来，第二种食物叫花椰菜，维他命含量 ACE 很高，但是啊，你不要用大火去炒破坏它，你要用蒸的或水煮，这样营养素保留就会更有效。再来，第三种叫姜，能够提升阳气啊，发汗解表啊，所以啊，你煮菜时、煮汤时加一点，或者是直接给它切片啊，放在黑糖啊泡水来喝都可以。再来，第四种，杏仁、枸杞以及坚果含有啊非常高的维生素 E 哦，讲过100遍了，它是啊非常好的身体抗氧化剂，可以啊提高免疫、降低发炎，即使啊你怕胖，都可以一天啊给它吃一小把。再来，第五种，无糖绿茶，儿茶素以及茶多酚可以提高免疫细胞，用来对抗细菌以及病毒，同时也是相当的抗老。你如果害怕睡不着，那你就白天喝半杯也行。以上这5种提高免疫力的食物非常的方便，超市你都买得到。老大强烈要求你，一天起码吃3种，那你增强保护的效果就会很好。再来，快速增加保护力之二叫中药茶饮，你不要一想到疫情很可怕，你就点个手摇杯来开罐啤酒来压压惊啊，这些糖分啊酒精，它不只是会害你变成一只小胖猪，还会增加你身体痰湿，结果你保护力就降低啦。所以老大推荐你一款叫居家保健茶，准备的材料有黄芪、麦冬、5味子各5克，红枣、枸杞各3克，把这些药材稍微冲洗一下，然后用600cc 的水去煮，滚了之后小火再煮5分钟就 OK 啦。或者是你把这些材料丢进保温杯里，用最滚的水去闷泡30分钟也行，你要热的喝、常温喝都行。黄芪它跟人参一样是一个补气养气的功效，而且黄芪的价钱只有人参的1/3，还没那么燥热，更适合我们台湾人夏天喝。这一款茶能够养气、固气、补血，它不仅仅可以提高免疫力，还会让你的精神更好。再来，快速增加保护力之三叫穴道按摩。老大教你们按摩一组穴道哦，叫做足三里加关元加涌泉穴。足三里在膝盖外侧下方3寸的位置，关元穴呢，在肚脐正下方3寸的位置，涌泉在脚底板下面前面1/3处。这3个穴道非常全面它可以调理脾胃、补肾固阳、扶正去邪。古人说按几下足三里胜过吃一只老母鸡，你就想象你的军队本来都是包着树皮拿木棍的，你穴道每天给它按完马上摇身一变，变成穿盔甲拿兵器，是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让它更强悍。再来，快速增加保护力之四叫做居家运动。与其你现在在沙发上面怕得要命，一直看疫情的新闻，想说这次完蛋啦，你倒不如现在立刻站起来在家做运动。你要知道每一次我们运动流汗是真的能够增加新陈代谢，训练肌肉，提高保护。所以运动其实跟你好好洗手、好好戴口罩一样重要。
至于啊运动哦，训练肌肉来讲，我们在家里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啊棒式以及深蹲。那有氧运动呢，我们可以啊跳绳、快走，或者是啊手机拿出来搜寻居家有氧，你跟着跳。老大一定要吼苦口婆心啊，劝你每天啊一定要运动30分钟以上。你可以啊一天肌肉，一天有氧，一天肌肉，一天有氧，这样做免疫力绝对会增加，简直比拜九天玄女还要有效。好啦，以上这四点啊，虽然啊都很简单，但是效果你只要做真的厉害，乖乖的努力，老大陪着你一起把免疫的城堡给它盖起来，大家一起加油，明天一定会更好。我们防疫小教室下次见，我是齐老大，拜拜，爱你哦。